眼睛要对，要对着刀尖，这个就是一般的架势。曾受过剑道师傅严格训练的黄世敏，过去曾经是带领小弟为师的黑帮打手。虽然脱离黑帮已经16年，但对于剑道的基本招式仍是记忆犹新。过去他在家中除了要面对父亲家暴，在学校也面临到同侪霸凌的问题，为了自保，最终选择加入帮派，在诸多危险的打斗中都差点丧命。所幸世敏遇见一位善解人意的大哥哥向他传福音，最终打动他走进教会，在教会中受到许多帮助与照顾，终于使他决心脱离帮派。在认识真理之后，他的性格有了极大转变，生活也回归正轨，而他决定将生命奉献给拯救他的上帝。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我们现场来宾哦，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呢就加入帮派，每天就带着小弟过着打打杀杀、刀光剑影的生活。他最后怎么离开了帮派，甚至还进入到教会，这生命故事非常精彩。今天来听听他跟我们的分享，欢迎黄世敏。世敏好。你好，嘉宾你好。所以刚才说你年纪很轻就进入帮派。对，那个时候大概在15、16岁那个阶段。你才国中哎。对。哦，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帮派啊？比较像是类似这样服务，像酒店那一种的，然后他也有酒店维士，对对，酒店维士啦，还有例如说有一些人需要寻仇那一种的，我们暴力讨债，对对对对，然后也有他们，我们还有另外一组也是有在卖毒品这样子，哦，也有卖毒品，是，哦，所以就看收到什么样的任务帮人家执行，有点像，对对对，就是人家讲的，就是收钱做事情，收钱办事，是，规模大吗？全盛时期应该就是接近300人至400人之间，哇，那应该也算蛮有规模的耶。是是是，在帮派组织里面。对，所以你们出手都很狠吗？基本上要看你是在哪一组啦。那如果就是如果你在哪一组？我是在有点像武斗派那一组的。哦，你叫武斗。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如果你被归纳到那一组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受过一些体能上的训练。嗯，就出去真的就是我刚刚讲打打杀杀，就是。对对对。那像你国中的时候加入帮派嘛，吼，所以在这样的帮派里头，以你自己知道的，都是去吸收一些什么样子的人？我在那边听到有的就是父母就没有了，要不然就是像家人父母离异那一种的，嗯，以及还有像我这种单亲家庭的。你们家自己的状况，你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是什么工作呢？大概什么？爸爸那个时候其实是做大卡车司机的，那时候他开着那种大卡车司机的吨数是17吨的，那时候他们都是在那种比较高单价的那种像家具，然后就是一趟这样子，那个南征北讨这样子，哦，然后有时候可能快到一个礼拜都还没有回来。一个礼拜啊？那妈妈？妈妈那个时候也是跟爸爸一起去。哦，所以爸爸出车，妈妈就跟去了。是是是。哦，那你们家几个孩子？我们家连同我还有两个弟弟，所以一共是3个。爸爸妈妈一旦出门的话，那你们在家谁顾呢？那时候是爷爷奶奶在顾。哦，嗯，所以我算是就是因为我都是给爷爷奶奶在照顾的，所以那个时候通常就是会比较像是那个人家说乡下农村小孩的生活这样子。是住在哪边？小时候？小时候是住在那个南投的草屯那边。哦，嗯，然后所以原来爸爸妈妈就是跟爷爷奶奶住一块这样子。是是是。哦，所以爷爷奶奶平常怎么照顾你们？对你们的照顾的状况？因为我奶奶是比较属于比较害羞，然后也是比较就是他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照顾我，所以有时候他就是可能就是比较不会去处理现代这种机器，所以他就是他会把衣服带着，然后就去溪边洗衣服，去溪边洗衣服之后，然后我可能就被关在家里了。哦，对，然后关在家里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是那时候功课也没有人可以指导我这样子。哇，那一直到什么时候你们就一直这样子给爷爷奶奶带吗？带到小学2年级的时候。哦，2年级。那有一天就刚好要洗澡，然后妈妈就突然问我说：“哎，我们要搬个新家，那你觉得怎么样？”那时候就很高兴，想说：“哎，那是不是就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了？”嗯，然后就觉得还是挺开心的。那就等于是这个小家庭自己独立出来了啦。是是是。那爸妈这样子感情生活，他们的互动状况呢？其实
到后期的时候，我父亲就是开始，因为他有一些朋友的时候比较喜欢喝酒的，嗯，然后他有时候他就是喝到烂醉的时候，就是隔天没办法，导致隔天没有办法出车，对，然后就去又会去耽误到工作。那会影响到父母亲之间的互动吗？就爸爸的工作状况？爸爸喝完酒之后，其实有时候刚开始都会跟妈妈吵架，嗯，然后常常可能就是出去，然后就晚归不回来，然后直到最后就是妈妈可能越吵越凶，然后吵完之后就开始慢慢的有一些肢体，对，肢体就开始慢慢就有肢体了，开始有肢体大概是小学到国中的这个阶段了。有没有你印象当中他们吵得最厉害，会让你觉得最害怕的？有，就是那一次在我那时候跟我大弟在客厅看电视，嗯，然后妈妈刚好在餐厅那边吃饭，嗯，餐厅就在那个客厅的旁边而已。然后爸爸就不知道突然怎么椅子拿个就摔过去了。嗯，后来其实我爷爷有来出来阻止，但是那个时候爷爷出来阻止，但是爸爸有时候就连爷爷一起动手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他完全没办法控制自己耶。对，手上找到可以抓的东西，那就开始攻击妈妈，然后妈妈也是就是会这样子还手。嗯，然后妈妈有记得有一次妈妈拿酒瓶也是砸他的头，就是反正整个客厅都是很混乱这样子。那每次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都怎么样呢？就很糟糕，就觉得为什么我的爸爸会这个样子，然后我却没有力气可以去阻止他，也没有办法保护妈妈这样子。对对对。不过你刚刚讲爸爸喝酒才会这样，是不是？对。然后所以他酒醒之后呢？酒醒之后就会跟你道歉啊，然后每次道歉就是原谅他，但是喝完酒之后又开始这样的时候，就觉得又来了。嗯，所以在像这样的家庭气氛当中长大呀，你觉得带给你比较？就是内在的影响。我觉得我个性就变得比较，开始变得比较沉闷忧郁，然后就变得开始不爱说话。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同侪之间说这件事情，或许跟同侪说了也没有用。然后有的时候这种事情就开始闷在心里，一定的。然后闷在心里之后，就觉得反正我说了也不见得有的人会听。然后可能想要找一些市长聊的，他们可能会跟你说啊，你就他们也没办法插手这件事情。妈妈有跟你聊过她的委屈吗？有，其实她从小学的时候，常常在吵架的时候，她常常有时候会把我拉去阳台，就是提醒我，就是比较像父亲那个样子，喝酒这样子。那妈妈有跟你表达她对你爸的想法，会不会想离婚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其实他其实透露好几次，然后其实他每次在透露的时候，其实我是很难过的，然后我都会跟我妈妈说，不要啊，我不希望你们两个离婚。我纵使知道说，这对爸爸妈妈是一个爸爸这样子对妈妈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的，但是我还仍然是不希望他们离婚，是因为我觉得就算你们真的要离，我还是要跟着妈妈这样子。黄世敏经历破碎的家庭生活，养成他自我压抑的性格。面对同侪无缘由的霸凌时，家人及师长们都无暇顾及，只好选择忍气吞声。在面对父亲家暴与校园霸凌都没有人能依靠的状况下，最终决定加入帮派。晚上爸爸如果很晚才回来，他可能那个晚上他就会开始担心爸爸回来会不会又喝得很醉，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暴力倾向吧。印象中他跟我提到的父亲对他完全是一种非常破灭的伤害，甚至他对父亲是不能谅解的，那一种对父亲的恨意吧。因为父亲留给他们家庭真的是一种灾难的印象。后来他转向帮派，他在帮派里面找到了他的归属，因为帮派里面的人会照顾他，会供应他。那这一种长大的这种心灵的需要，实际环境的需要，可能在家庭的早期得不到那一份，所以他往外发展。我想他跟帮派的关系应该是在基于这样的原背景因素连上，就躲不开了。
失眠的父亲常常酗酒，又有家暴问题，最后妈妈还是受不了，决定要离开。妈妈是不是离婚嘛？对不对？不是离婚，嗯，就搬过去跟他的妈妈一起住，就是我的外婆。妈妈搬出去那天是怎么样的状况？我记得那一天，然后我好像回来就没有看到人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说：“哎，妈妈你在哪里？”她说：“那你可能需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她觉得她需要先好好的先整顿自己，因为她觉得这样的状况是对她来说是太混乱了。妈怎么没有把你就带走呢？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学籍在草屯这边，那其实有时候要再迁回去的话，其实要花费很多的手续，再加上我的份位比较重，因为我是长子也是长孙的关系，他可能会比较希望我留在父亲那一边，就是也许就是比较符合长辈的期待。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压力，因为我觉得我一回到，我一下课就回到那边，我就是要面对一个很 crazy 的状况，我觉得这实在太让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子。你会有点气妈妈吗？那个时候虽然说很无奈啦，就觉得不过我是很能体会妈妈的感受，因为其实我就觉得，好吧，那就这样子吧。是，那回家常常要面对爸很疯狂的状态，所以爸的状况又变得更不好了。哦，变得很不好。很不好。对，因为他常常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四楼有佛堂，有时候可能会在佛堂大吼大叫，要不然就是在客厅大吼大叫，然后要不然就是喝个烂醉，然后躺在那个沙发那边。他每天都这样喝啊？对，每天都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在庭院里面，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拿着一个铁锤在那边挖土，然后就心想说，我觉得他可能又喝醉了吧。等他转头过来马上看到我的时候，他就把铁锤这样一弄就丢过来我这边。而且是我吓了一大跳，那一次我真的被他吓到了，因为他的攻击性已经可能就是针对你。对，开始我觉得他就已经开始在针对我了。那你不每天回家真的很紧张哎？对，非常的紧张。睡觉之前，我去厨房拿一个西瓜刀，然后就放在旁边，拿西瓜刀跟自己睡。我就觉得我至少保护一下我自己吧。然后房门就是上锁。哇！可是，在晚上睡都没办法好好睡的感觉。对，我曾经最没有办法睡，就是我是坐着睡觉的。我不太敢躺着睡觉，因为有时候睡得太沉，有时候可能爸爸又开始在找麻烦这样子。哇，这真的情绪压力很大，精神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人生最大的课题就是面对怎么样面对我父亲。因为我也不可能去反抗他。是，不过后来在学校你好像碰到霸凌的问题，是不是？对对对，我记得是多大的时候？我记得我从小学就开始被霸凌了。小学哦，因为我小学那个时候，我记得到五六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常常转学，人家讲的小圈圈嘛，他可能就是会排挤你，然后甚至就是会可能就是把你，我记得有一次吧，他就是把我拖进去厕所里面痛殴一顿。有什么原因吗？他说我就是看你不顺眼，就这样子。对，我就是看你不顺眼。我觉得你就是需要被修理被教训那样子。你那时候个头特别小吗？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我在班上是很瘦弱的，看起来好欺负。对，非常很，而且就是通常人家讲什么都不太会去反抗这样子，然后人家就会这样子就很爱欺负你。但在学校可以跟老师说吗？其实有，但是老师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这种事情都没办法自己处理，就是这样子，我就选择都不讲。而且我觉得讲了的话，我妈妈可能还要再来一趟，我觉得对她的压力跟负担都有，我就觉得，对，你也不想让妈妈知道。对，我就觉得好了，那我就自己承受了。那你自己有曾经想要反击吗？就是我在上国中的补习班，我觉得那时候我可能真的是忍无可忍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从补习班下课出来，然后就不小心撞到一个人，然后我就很索性的跟他道歉，但是对方好像不想放过我，然后他就开始要出手攻击我，然后他攻击我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的理智线断了，因为那个时候国中生有一个铁制的便当盒，对，我就拿这个一直攻击他，然后把他压倒这样子，然后就一直 K 他，就是 K 到他整个头都是血，哎呀，然后我觉得，从那一刻起，我觉得我好像变得不像是我自己。然后我觉得我整个人性格从很温顺这样子，然后变成到，我觉得突然变得很凶暴这样子。我觉得我就是我把我对我家里的那个愤怒，以及对在学校的那些愤怒，一直被欺负的，全部都出在这个人身上。哇，那把人家打的这样子都是血，事情有闹很大吧？有，
然后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可能就这样子，我才加入了帮派。怎样？你打的那个人，他有特殊背景吗？对，他就是我接下来进到这个帮派的这个人。哦，所以他本来就是帮派的。对 对, 對，要捞人来修理。对对 对, 對。然后嘞？然后后来他就是认，后来他就请来就是我现在的团长来了。嗯。然后他看到他被修理成这样的时候，他的团长反倒没有想要修理我，他就觉得我觉得你很适合来我们这里，就是够狠，我欣赏你。对，我欣赏你，你要不要来这里？然后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就心想，好吧，那我就去吧，我就跟着你们一起去了。或许就是对我来说，除了一个可以让我有发泄的管道之外，而且第二个就是我有势力了。我觉得我能够得到一个势力，我觉得我能够得到我在很多地方我得不到的温暖，我觉得那些你有个认同，有个归属，然后他们还可以保护你，可以照顾你。对对对对，然后我可以尽情的，就是为所欲为。哦，嗯，所以你也知道他们是一个什么组织了。我知道。那他说，来加入，你就说好，我加入，这样就加入了嘛？就是说他是有没有一个仪式或过程呢？像团长他一开始就开始锻炼我，团长就是老大。对对对，他一开始就很直接讲明了，我就是要把你培育成组长。组长，然后你就是反正我讲什么你就是做什么就对了。嗯，然后就带我去那个剑道的那个道场里面。对，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也是老先生，我就心想说，这个人怎么可能有办法教我剑道？我说怎么可能这样子？就想要试试他这样子，结果我马上就被他绊倒了，然后我手上的武器也马上被他夺走这样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像啊，我遇到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我也到了一个很同心认可我的地方，想要锻炼我的地方。现在那个时候，我就不会觉得那个是对或者是错，因为我就觉得我来到一个接纳我的地方，那这样就够了。所以你就练剑道？对，我那时候开始练剑道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那个师父他对我练习的非常的严格。你说就是那个老先生？对对对，嗯。他虽然对我很严格，但是就是训练完之后，他就是会自己亲手弄一些吃的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真的很有家的那种感觉，就觉得，严格就有点像严格的父亲在带着儿子在学习一些事情。我觉得他也包装的像他的孩子那样子在训练我这样子。我觉得这部分对来说是你很渴望的耶，就是真正的有一个父亲的样子。对对对。刚开始真的是都很害怕，可是久了之后，我不知道是心态麻痹了还是怎么样的，我就觉得我可能能去的地方只有两个，不是被人家砍死就是下地狱，要不然就是进监牢这样子。砍下的时候会甚至有种感觉，就是死了也就算了那种感觉。会，但其实我就是一直希望我可以死在刀口下。黄世敏在黑帮得到保护与归属，他也将过去承受的羞辱与委屈发泄在每一次的斗殴当中。当帮派的械斗对他已是家常便饭时，他的性格也逐渐扭曲变形。记得他是第三组的组长吧？所谓的组长就是也是带头者。那上面的老大愿意交托他一个组别，我想已经可以信任他。那世敏这一个人，真的，我刚刚说了，他答应你的，他会做到，他会用生命去完成他对你的许诺。所以这个性格说起来，现在看起来是可爱，但是在当他承诺的对象，所托非人，信托错，你知道那种杀伤力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毕竟都是一些可能比较打打杀杀的那种环境，那可能对于他的一些像平时，例如说走在路上都要保持警觉，要不然可能随时都会被人家怎么样，然后就必须要对其他人都要保持警觉性，然后所以导致他说他会。就他心里面就很像有一只野兽，就很像有一只压抑不住的野兽，然后随时都会冲出来。所以你进到帮派之前，对不对？就是先有去练那些剑道嘛。对。然后刚开始是不是也要跟着实习，看他们怎么做事情？我记得我第一次在
团长给我一个 case 的时候，团长给 case， 然后说，哎、欸，今天这那边有一个纠纷，就把我带过去，我说我教你一次怎么处理。嗯、他一下车就一下车就带着家伙，然后就开始就直接痛殴人家。我那时候就很惊讶，说哦，原来你们所谓的处理是这个样子。他们的原则就是，我们今天收了钱，那就是要把事情办好。你没有办好，那你就是不要做了。有没有下不了手的？例如说，暴力讨债啊，然后那个被讨债人真的状况很可怜啊，什么就是有。我一开始就先去讨债嘛，然后我一开始跟着去的去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老奶奶，那边就是整个就是破破烂烂的，然后就觉得我也不可能对着老奶奶下手。对啊。啊，通常我在这个处理的时候过程里面，我除了下不了手之外，我还自己自掏腰包给了她钱啊，然后就觉得。然后他们看了之后就摇头说：“你干脆不要做这个好了，你到别组去好了。”他说：“没有人在这样子讨债的。”这样有点讨不到、啊。对，有点讨不到。不，所以你在帮派当中其实对你也很辛苦哎、欸。对，因为其实如果你有些东西你下不了手，你没有办法去处理完的话，他就真的就是，他也不是一个比较像人干的工作这样子。真的？那你还是上学吗？对。我就是当乖学生，乖乖的去上课，因为我也不希望我的母亲担忧嘛。所以家里人都不知道。家里人都不知道，嗯、到晚上大概九点十点，我就偷偷溜出去。嗯。然后溜出去之后，就可能到凌晨我才回来。那、啊、每次出去办事回来都有可以拿到钱还是怎么樣？对。后来我终于被受训成为组长了之后，就被分派到就是威士跟那个跟人家争地盘的那个位置。哦、所以每次出门回来都会有钱可以拿，有都有钱可以拿，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当到组长，就算一个晚上没有做什么事情在，可能在酒店的监控室里面，我也有钱可以拿。那你有碰到印象中最恐怖的，就是最危险的，就是我的团长，他有一次刚好要出去，然后他就说，哎、欸，那个我要去台北办一下事情，但是我女朋友可能就是要先。麻烦你帮我照顾他一下，然后他的女朋友说要去逛街，我就心想说好吧，那我就陪你去。大概逛到凌晨之后要回来之后，然后在回家的路程上，因为我们都用走路的，然后就刚好前面来了一辆面包车，后面来一辆面包车，结果他一下车就是马上要去抓他女朋友，我就想哎糟糕，如果他被抓走的话，那我觉得当下我比较惊恐的是我没有办法对团长交代，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其实那个时候我通常都是用刀背去攻击别人，其实我没有意识到我是拿刀锋那一面在砍人，所以我砍下去的时候就发现，哎、欸，他手怎么断掉了？我当下也不知道该。你也傻了吧？我也傻了，我想说，哎、欸，啊，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对方也很紧张，然后因为他手还抓在那个他女朋友的手上，然后赶快把他拨掉，然后人就带着走了。哦，那他们后来有来找你算账吗？有，后来我就被通缉了。我就是被他们别组的人通缉了。他们对我就是常常就是后来我就是常常一直被追杀的那个人。不过你那时候就已经当组长了，是不是？对对对。大概多大的年纪？那时候我记得好像15岁，快16岁的时候吧。所以组长都是国中生在做的吗？不是，基本上只有我比较年轻，然后。因为在我去接任这个组长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前面就已经有两任组长都过世了，在道上过世，感觉起来就是不是很单纯的事情，对，就不是单纯的事情，就是被人家暗算了。那这样不会觉得很恐怖吗？对，因为就有今天没明天感觉。是，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真的是都很害怕，可是久了之后，我不知道是心态麻痹了还是怎么样的。我就觉得我可能能去的地方只有两个，我觉得我能去不是被人家砍死就是下地狱，要不然就是进监牢这样子。砍杀的时候会甚至有种感觉，就是狠一点，就是砍死了也就算了那种感觉。会，但其实我就是一直希望我可以死在刀口下。我就觉得那你们可以赶快把我给生命结束，我觉得那样也好。在那个时候爸爸的状况，因为后来爸爸跟妈妈分居的时候，有一次爸爸那个我们家奶奶突然找不到我爸爸，然后就很惊慌的一直打电话给我跟妈妈，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联络不上爸爸，后来才发现我父亲自尽了。哦。然后看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奶奶在旁边嚎啕大哭的时候，其实我的情绪其实蛮矛盾的，我既恨他，然后我其实我也我那个时候也难过，
就偷偷流下眼泪，只是我没有表现得很明显。就你跟爸爸奶奶两个人？我跟奶奶还有妈妈。我妈妈也在。那妈妈也在，那当下是没有太大的反应，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晚上回到房间的时候，就会稍微听到哭泣的声音，是，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事情，还是很多压力都累积在他身上，是，但是我觉得这对妈妈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看到爸爸最后是这样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后，你觉得对你来说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对我父亲多半都还是很愤怒的状态呢。其实他壮实结束了这样他的信念，我还是很愤怒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实在太没有肩膀了。那你会不会觉得我以后不能像他一样？有，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就又这样在想，然后一边又帮派的时候，其实很矛盾。我两边就一直这样很矛盾。我说我到底是要好好活着，还是我要像，我还是我要在那边就结束我自己的生命？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一整个就是乱七八糟，真的一整个就是我看不到未来，我看不到未来的光。我觉得我连父亲都没了。所以后来搬去跟妈妈住了吗？对，我后来就搬去跟妈妈住了。哦，生活也比较稳定一点吗？生活也比较稳定一点。那状况的经济状况，妈妈一个人工作？那时候妈妈一个人工作，然后因为后来父亲死掉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抛弃继承，后来债务就全部都落到我们身上了，就有房贷。对，再加上以前还有互助会社的钱，欠了快将近1000万左右。哇！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我接到这个天价的数字的时候，其实我对我的人生就是更加的迷茫了，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没有救了吧。这是美肤功能吗？为什么看起来都没有那个，没有感觉，没有瑕疵的感觉？它就是你看得到，它就拍得到。黄世敏与工作伙伴讨论着之前的摄影作品。现在看来，开朗的性格对他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改变。因着过去在黑帮养成提防陌生人的习惯，让他与人难以亲近，甚至对某些宗教人士充满攻击性。但他后来碰到一位关心他的大哥，即便遭到他的侮辱与拒绝，仍然锲而不舍地向他传讲福音，最终感动他走进教会。到我遇到他的那一段时间，他还对任何人是不信任的，而且是很难相处的。他已经养成到二十几岁、三十岁了，大概那个性格一直就是这样子。那因为他有他特殊的个性，跟对事情的理解解读方式，所以真的能够接受他、了解他不多。他是因为他朋友的缘故到而来信主的，那我觉得他那个朋友就像天使一样，他陪在世颖旁边，然后给了他很多鼓励，然后帮助他努力去面对心里面的一些那个算是阴霾吧。到后面他朋友因为他出了一些意外，然后之后他就决心跟他朋友离开那个不好的环境，然后一起坚决的来信主。其实心地本来就很善良，市民在黑道里头，我过打打杀杀生活，内心就已经充满了矛盾。后来父亲过世，遗留了庞大的债务，对他来说，他更觉得这人生好像都已经走到谷底了，看起来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不过还好，他在这个时候接触到了福音。其实原来拜拜嘛，对不对？对，我们家以前是拜拜，而且在道上是不是都要拜关公什么的？他们拜什么我不太清楚，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起来，我小时候我在接触我们的传统的那个信仰，他们在拜拜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觉得他好像没有给我们家里平安，因为我的爸爸好像也没有比较好，然后反倒是最后还是走向了结束自己的性命，我就觉得。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变成一个无神论的人。什么神你都不相信？对，我就是完全不相信有任何神明跟上帝。那你是怎么样开始有听到或接触到基督信仰呢？其实那个时候，我那时候还在道上呢，所以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挑战一件事情，就是挑战各类的宗教人士。类似像那种他们所谓的师姐啊，就跟我说：“哎，我应该要正面向善，应该要放下。”哭到那一种的，然后我就会把我身上的家伙拿出来，
啊，指着他们说，那我现在如果我要杀你，那你们的佛祖会来救你。结果通常都是没有办法承受我这样子去试验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都是先走掉了。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遇到那个福音朋友的时候，他是在一家餐厅里面吃饭。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的一些就跟你的小弟们他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我又听到有人在讲，我就走过去隐隐就听到他在讲圣经故事。那时候我记得他在讲所罗门的故事，我说哦，那你们的所罗门好像借着上帝知道很多智慧，但是为什么他给这么多人智慧，但是很多人还是一直在干愚蠢的事情，总诸如此类。我就是一直在挑战他，然后到最后我就是不想跟他讲了，我就把那个桌上的水就直接往他脸上泼下去，就等于这是你自己主动去挑衅他，然后你还泼他水了。对，我还去泼他水。那他不觉得莫名其妙？他就一整个就很莫名其妙，很错愕在那里。对啊。后来到过了隔天，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有办法找到我。他就在学校放学的后门在那边等我，要一直来跟我传福音。一开始我觉得还蛮新鲜的异类样子，然后后来真的是他跟到后来，我就觉得哦，好烦啊！我就把刀子拔出来，然后指着在他心口上说：“那如果今天我要杀了你，你的上帝会来救你吗？”其实刀尖是最锋利的部分，他直接抓着，然后放在他的心口上，就说：“如果这把刀贯穿我的心头，可以让你信上帝，那么你就刺穿他吧。”哇！那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以前遇到的人不一样哎。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对这个人这样的吸引我，以及他的一些举动之后，我就开始跟他有一些生命上的谈话。然后聊到后来有一次就是聊太晚了，大概聊到凌晨，我想说，为什么这么晚了，我还是可以跟他聊到这么多？其实后来我才发现，就是这个人的。他所谈的福音讯息真的是很吸引我，除了他的那些行为之外，然后但是我就发现时间不晚了，我应该要送他回去。是，回去接近大概半个小时，他以前都会拨个电话给我，是，但他没有拨。然后说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走出去看，大概隔了两条街，发现就看到一个人躺在那里，就全身都是血。哎呀，我就发现哦，他被砍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全身上下都是血的时候，其实我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错愕，我就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不应该发生的。其实他最感动我的就是他在临死之前呢，竟然还要跟我传上帝，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人？然后他跟我传了上帝之后，他就说我希望你可以去亲近上帝，去教会，然后希望我能够允诺这个承诺，以及不要去寻仇这件事情。不要寻仇。他觉得我一定会去寻仇。他要你退出帮派吗？离开这种生活？他其实他在中间那个过程，他就一直要我离开这个生活。那当下那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将死之人的请求的时候，我就答应他了。你就答应他了？我就说好。那我就当下就赶快先背着他去医院，但是他一直说，我就觉得好，我答应你，我就答应你了。那后来他真的就走了吗？对，他后来就真的就过世了。那你答应他，你也真的有做到？你有就你先是帮派那边，你怎么处理呢？因为那一天我就有点无厘头的，我就跑回去跟他讲说我要找团长，我跟他讲我要退组。他就直接拔刀，他就直接说，如果要这样子，那就直接现在这里就把我给处理掉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有两组组长是很支持我这么做。然后团长旁边还有两组组长，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五个组长，一个团长这样子，其实就是三这样子，就是有点僵持不下。我说那就按照这样，那我们就按照我们过去的那个传统的跟规矩，我们就分个高下吧。不过用竹剑就可以了，就是激荡，就是有点像死斗的意思，打到一方倒下为止。可是打到后面的时候，我的团长突然嚎啕大哭，他就说你走吧，因为嚎啕大哭啊。其实他一直很不解为什么我要为了一个人这样子走掉，我就说你永远不会懂的，我说你永远不会懂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丧失了一个很关心我的朋友，是，我
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其实非常的难过，我觉得我一定要给他一个交代。嗯嗯嗯。所以我很强硬的跟他说，我一定要装。嗯。就在今天，就在这里了结这件事情吧。嗯。所以后来团长应该也没办法吧？后来还有再来请求我过去帮忙一些事情，只是我常常还是跟他说，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觉得我应该慢慢的不再属于这里了。那这个帮派后来警方有处理吗？后来我的老板其实他是在一个黑漆黑的状况之下，他被人家给暗算掉了。是，那离开帮派就有去教会吗？有，我一开始其实我就没有任何头绪。是，我就想说，好像去教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然后，但是我在其实，在中间那个过程，我在上学的过程里面，其实其中还有一个常常传我福音的就是我的历史老师。我那时候在想，他竟然一直在中常传福音，那我觉得我就跟他去了吧。嗯嗯嗯。所以我就跟他去了，然后第一次去我就被抓去受洗。嗯。然后在这受洗的过程中，我有发现就是，仿佛有新生的感觉，就比较稳定下来。对对对。我梦见那上帝跟圣经上讲的好像不太一样，那上帝是非常的庞大。我突然想到说，我想要有信仰的生活，要聚会，要读经。我觉得就是上帝一步一步的在带领了，在灵命上的造就，在服事给我了很大的感受，而且我觉得我反而也多了很多隐性的父母。我又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进到教会的黄世敏得到许多长辈的照顾与支持，也受到圣经真理的建造，在各样的呵护之下，信仰和身心都有许多成长，对父亲的怨恨也逐渐释放，他的未来也开始有了新的盼望。以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是觉得他快乐多了，我就觉得他很快乐，然后该做的事他就会去做。在教会的生活很平稳，就是有在灵命有增长。可以看见的就是他这几年来那个生命的转向非常快。他自己没有爸爸，缺乏父亲的爱，缺乏父亲的形象，但是既有自己的有心追求，他可以从上帝为他预备的环境里面找到许多替代者，我想这是世民今天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可能也很清楚一点，说，认识上帝之后变得不一样，对。然后他看到他妈妈的改变，他弟弟的改变，可能这些是他觉得他应该做点事情。那比如说他学琴，他是一窍不通去学琴。对，他说他想学点东西，因为教会服事的人很有缺，对，他想在这一块尽点心力。然后摄影的部分，对，这些我都一直看他都一直在进步。然后关心人，他会去关心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些青年。世民一开始呢，是因为信守承诺离开了帮派进到教会。不过虽然一段时间聚会，他对于信仰本身呢还是有一点懵懵懂懂的。那你刚开始进到教会，妈妈知道吗？妈妈一开始不知道。那边的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上世民，你知道出现者的祷告力量是很大的吗？”真的吗？说好啊，如果这个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又是。就是这样子的话，那就让我全家都信主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真的就觉得上帝真的很神奇。他到现在就是让我们真的全家都信主。真的。我家里就只剩小弟还没受洗而已。不过妈妈讲到妈妈，你们家后来的债务后来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银行他有允许可以把债权卖出去。所以后来就是大概。真正跟我们催出债务的是第三间的那个债务，那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心里就很着急，然后就想说房子都被法拍了，那些同学也拿去还利息了，那剩下钱还不出来，我就觉得我现在也上高中之后也一直在半工半读，钱还不出来怎么办？可是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
他们在把那张债权卖出去的时候，原来不是用原来的价格500万把它买下来，可能是用更低廉的价格把它买下来，所以他就提了用50万来换500万这个价格，然后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差异会这么大？对啊，在四分之一就可以处理啦。对，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的债权的买卖，原来就是用，因为毕竟他们转到第三家了，所以他真的是用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所以后来你真的就50万去处理，慢慢把这50万处理了，然后这500万债务就没有了。一开始，因为一开始要筹到50万，对我们的这家店来说是有困难的。而且在这中间里面的过程，还有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妈妈那时候在分园的查经班，然后认识到一位长老，他竟然就直接先拿10万块给我妈妈，然后就直接说，就是你先去处理这件事情，是那未来的事情之后我们再谈。对，我就觉得这个实在太神奇了。所以你刚才进到教会，其实是因为信守承诺进来的吗？对，我一开始其实只是因为信守承诺。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点心态上的转变？在一次在退伍之前，我还做了一个梦，那个梦让我其实非常的惊恐，我竟然梦见了上帝，我梦见了上帝跟圣经上讲的好像不太一样，那个上帝是非常的庞大，非常的让我震惊的，然后上面有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天使在飞，其实我梦见我在脚里发抖，然后就马上跪下来，其实后来上帝也没有跟我说什么，但是我知道真的有这位上帝，我就觉得说啊，我好像看到一个不得了的情况。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对你信仰来说有什么样的突破？我突然想到说，我想要有信仰的生活，要聚会，要读经，然后我就好好找个假日可以休假的工作，然后回去之后就问我妈妈说，那个曾经借我们钱的那个位长老，不知道他们的聚会的人是什么样的情形。妈妈说你可以去看看，那我去了之后，那边的传道就是很热情的邀请我，希望我可以跟他一起服侍。而且在中间这个服侍的过程中间，其实我觉得就是上帝一步一步的在带领了，在灵命上的造就，在服侍人的这个状况之下，他给我了很大的领受，而且我觉得我反而也多了很多隐性的父母啊，对，所以我感受，教会很多人可以关心你，我感受到就是以前我在帮派里面那种兄弟的那种关心，跟在这里关心其实完全不一样，而且有归属，哎，对不对？很有归属感。以前你加入帮派也是为了有个归属感。那我就觉得，哎，这个地方真的是跟我所想象中的不一样。那更投入在教会里头之后，你有觉得自己有变得什么不一样吗？后来因为我有参加查经班，是，然后在那个查经的过程中间，我后来就问了那个执事，就说：“哎，我觉得我之前梦到这个梦，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很惊讶的说：“那你应该是梦到是以赛亚遇见了上帝这件事情。”那个经节最主要就是在讲差遣我，所以后来才意识到，就是慢慢的在这些过程里面，我才意识到，原来神要差遣我，神要用你，不只是更加确定有上帝，而且上帝要使用我。对。虽然那使用什么过程我不知道，但是我在跟他们在学习服侍这些过程里面，我慢慢的找到我的方向。是，那你觉得对你自己来说，你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呢？情绪上，以及思考上，我觉得我沉稳了很多。我觉得我变得跟以前一样，不会就是比较毛毛躁躁的，是，也不会变得就是很担心，或者就是常常想要再去结束自己的性命。所以你再回头来看你经历过的，你说在帮派那些打打杀杀的生活。你现在有了信仰，你再回头看那段日子，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领受？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我没有上帝的话，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消失了。说真的，我结束生命的那个意念真的很强。可现在对未来是有想法的吧？慢慢的有这些信仰跟归属，以及我在教会的那些长辈看到了之后，我就觉得，哎，他们所足够的家庭是我想要的。我就在他们身上有所学习，是，因为我今年也担任了执事，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一个很不一样的另一种肯定，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担任了上帝的仆人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更要战战兢兢的去好好的去规划，以及去帮助那些更加需要帮助的人，或者跟有类似经历的人，对，哇。
辛苦了。好，最后还没有一点要跟我们朋友、观众朋友来分享的，最后的分享。与其这样子过着这样子，有一天没有一天有，那就是仿佛没有明天的生活。反而我觉得应该要更加珍惜当下应该有的生命。我相信，在很多黑暗的人还没接触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其实都是看不见的。那我相信，如果正在接触了这个福音的人，我相信你更应该要跟上帝祷告，让你能够突破现在的困境。这是我一直都相信的。尤其你自己经历过那真的很黑暗的日子，对不对？对。到现在这样的状况，你能非常真切的感受到那其中的不一样。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人生的盼望啊，人生的盼望就是，你看你以前在黑道里头哦，出去好像很威风，人家都很怕你啊，怎么样的？可是其实心里头你自己知道的是很痛苦、很难受的。对，不过都还在过程当中。对，还在过程。想到爸爸以前的事情，心里头还是有些难受，对不对？我相信神都知道了，哦，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感谢主，谢谢你今天的分享。谢谢，谢谢。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人生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但是对基督徒而言，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古惑仔的电影情节如果发生在电影院里面，我想大家看得还蛮开心的，蛮过瘾的。但如果这种情节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我想很多人是吃不消，而且可能是个恐怖片了。在今天受访的来宾世敏弟兄，他曾经走过在街头帮派的年日，今天的他很年轻，你就可以想象他开始进入帮派的年纪是有多小。他走过父亲在酗酒暴力的原生家庭，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妈妈带着两个弟弟分居到不同的地方居住，被迫和父亲一起成长的他，一直在寻找保护，一直在寻找一个他可以投入的，直到他加入了黑道黑帮。在这种砍砍杀杀的日子当中，看起来好像一直往上爬，年少得志，而且可以比别人更狠，取得更高的位置。但上帝爱他，上帝为这个市民寻找生命保护的市民预备了一个很特别福音的机会。就在他听见福音的那一刻，这个把福音传给他的大哥竟然没多久过世了。那个为了他而死亡的大哥，把福音传给市民而可能因此而牺牲生命的大哥，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好像很戏剧性。有人把福音传给他，而那个人为了他牺牲生命。其实这不只是属于市民的故事，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预备了一个福音的使者。他为我们的生命完全牺牲生命，他就是耶稣。若不是耶稣为我们牺牲生命在十字架上，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自己是那么有价值。就像是市民，没有人关心他，对他来说，他可能以为能够认同的领袖，甚至像是父亲的角色，是那个黑道里面教他武功的人。然而就在上帝为他预备一个福音的使者，把福音带到他的生命当中，甚至因为把福音传给他而面对到生命的危险，我们看见市民领受了从神而来极大的爱。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他精心预备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对象，耶稣就是那一位为我们牺牲的。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生命不论自己觉得如何不重要，或我们甚至想自我放逐，但在神的眼中，他为我们预备耶稣，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尊贵到值得上帝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不论环境怎么看我们，我们的朋友家人怎么样轻视，或觉得对我们没有盼望了，觉得说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但这位上帝认定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不论付上多大的代价，他就是要把福音带到我们的生命。就是今天这位上帝透过市民的生命向我们说话，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尊贵到让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一起祷告，欢迎这位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亲爱的上帝，谢谢你看重我的生命，不论我周围的人如何看待，甚至我自己如何看待我，你总是透过耶稣基督告诉我，我的生命是尊贵的，是你为我钉在十字架的目的和原因。深愿你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我们生命的价值，而且愿意相信我们在你的眼中是尊贵的。圣愿你将市民领受福音的恩典也临到我们众人，使我们经历到我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是极为宝贵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圣愿你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头全新的接纳和爱。